让您久等啦！今天我们吃葱油焖鸡，鲜嫩多汁，保你一看就会，一做就对。首先把小鸡腿拍成小块，腌鸡肉的秘诀非常简单，就是把这些配料怼进去，腌它30分钟。油热之后呢，下葱和姜，用小火慢慢的爆香它们。看到葱变成焦黄色的时候，就可以捞出来了。然后下小鸡腿块。嘟嘟，中火焖15分钟，香喷喷的葱油鸡就做好啦，太好吃了。抖音。